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全境封锁。好，我觉得我们要去开一下这个秋之回忆，因为就在附近了，不开可惜。啊，我都回来了，好近哦，不打架了。还要用跑的，这么多车子去一样都不能开，都坏了吧？而且这路上障碍物那么多，有机车的话应该还比较可以。这里就根本整天都在下雪。好，我到秋之回忆了，要来了，可以传送。I would say it's nice to meet you, but is it? I mean, survival is really the question. Nice just isn't relevant. I'll just say that my honest feeling is that it's useful to meet you, because we need things done.The truth is, we won't be able to do it without you. That's an objective fact, not any kind of compliment, by the way. This is Dead 广场 Okay, I can work with this. You've actually got some skills, you know?你们有回邮局点那个吗？有啊，我回去开点数，然后我刚刚是先去开秋之回忆。那我要飞过去了，等一下。以那边为据点出发，打周围的。我有点想去，想玩一些入侵，到最近还不，虽然恐怖鞋现在蛮不错的。最后生还者也好久没有玩了。你快点去打那个绝地。什么绝地啊？最后生还者绝地难度啊！干嘛你叫人家玩绝地呀？你怪，因为很恐怖。让你觉得恐怖？我们都觉得恐怖。好了吗？我唯一觉得恐怖的就是那个上班没办法准时下班。哈哈哈哈哈哈，那个最可怕。或者你会怕那个这个本节账单？好手比这个更恐怖。我是要跑去当商人了。你这次卖什么？为什么这个游戏没有那个比中指系统啊？有啊，GTA 就有。那被搞了。GTA 就有啊，应该不会吧 ？GTA 没有比中指，我忘记了。登上人会比啊？对，那个没有比中，不 ，GTA 没有要比中指哦。不行吗？因为你只有四只手，因为你只有四只手指，你怎么比中指啊？只有四只手指吗？他，你之前有一个，我之前有PO过一个图片呢、啊，就少一只手指啊。被覆盖到那个手掌里面的。哦，我来确认一下特工有没有那个手指。好恶心。不过应该有更新过，现在应该可以看清楚了吧？投降。有五根。正常。无聊。好了吗？嗯。我想要走。走了。我好了。你要偷跑，因为要开始接小任务，要开始冲啦、啊！要冲，冲再冲！你冲太快了！枪王，枪王之王，没有枪王，他枪王之王。
我是枪王。枪。手弹呢？你旁边有手弹。我死掉了，金蛋救我！在哪？在哪？啊，我来了。哎，丢炸弹呢？哎。那我刚刚丢了一颗矿场炸弹。熊，把狙击手炸掉！不要，我在救你。他是探头啊！哎呀，我的耳朵失明了。敌人也到耳聋失明了。你应该是中了我的炸弹吧？不小心连你一起炸弹进去了。我怎么都打后身呢？这里已经成我的地盘。好吧，我去把那只狙击手给宰了。探头。为什么女人可以当狙击手啊？为什么女人不可以当狙击手？我说年纪，我说你觉得她几岁？不知道，大概50几岁，50几岁还当狙击手？几岁看不到吗？我可以歧视人家？我没，不是啊，我们看过欧巴桑还在当那个狙击手，感觉还蛮猛的。而且他也不年轻了，不是吗？小心，接下来一下。好，他现在打哦。没有打不到，不远的。打完了。我想你是没有尝过我们狙击之龙的厉害了。三只很爽。狙击之龙。我们叫狙击之熊。怎样呀？狙不到呀、啊！狙不到之熊，过分！啊，不给你看了。还有。致盲嘛？他致盲一直冲，还好致盲。有闪避哦。都没有致盲啊。闪兵嘞，很夸张。他脚后。干嘛一起呀、啊？我们明明瞄头，但是他们中一次没有。没了吗？还有。还有啊。啊？我觉得辛巴开始发现。年代还有一下下，可以了。去死去死！我电力都充到200多了，然后好像没有什么威力的感觉。电力充到200多。丢了什么东西没有威力吗？拔蜡跟电力没有关系吧？拔蜡含在电力里面吗？我不知道哎、欸。真的好像会有一点延迟，搞不好等一下直播会中途断掉也不是说不定。
搞不好，出来！搞不好我们等一下会，哎呀呀，断线也说不定。我们真的有办法在那个五分钟之内打深一点吗？没有办法。我们今天大概就三等，然后就结束了吧。这样太早了吧？我觉得三等快到一点了。其实差个一等应该还是可以过关。可是他的等级会累积啊，就是之后你就要一次练两等，一次练三等，那不是更惨？哎呀，你们就一直跳啊，这么几个东西嘛。We are suggesting you put an end to it for practical reasons. 我怕没有子弹。I'm telling you, what I'm seeing here are the bravest men and women I've ever seen in my life. Are we all?确保区域安全。哎呦，好痛哦！我直接摔下来。没办法，直接跳线。找了一个滚球炸弹，八位爆头熊熊，点东西时间。哎，他们两个嘞？我不知道，就是走下去。你怎么变？然后跑到地下室，难是难讲。不，你要走，看看地下。我快没子弹了。在地下室吗？不是啊，我是说这个任务在上面啊。有两个不是吗？你选哪一个？哎，是在下面那个吗？对啊，有两个啊，这有两个，一个是下面，一个上面。好哦，所以是我们跟丢了，就对了。你怎么知道你根本不往下？因为我没有发现啊。这还用说吗？一定是因为我没有发现。我觉得如果都分开打的话，或许升等会比较快一点啊。会吃不到吧？你们已经打到哪里去了？偷打偷打。哎呀，我快没子弹了哦！哇哦 ，reloading。你干嘛要打他们？我掉蓝装了。恭喜你！弹要用尽的。你第二个附近等一下会有一个那个。你大家用枪的时候，地板上应该都可以捡。也没有多少啊。这个应该会有伏击的。等下接下来要怎么走？这边吧。记得我今天拿玩具。你在哪里啊，弟弟？我跟在你后面啊。我忘记了，子弹箱，听吧，赶快下来，这里有子弹箱。那我记得下面有人吧？他先开那个。你家中有人吗？哎呦，机枪外老板！你在丢哪里呀、啊？死了啦！他们都站着给我们打哦，快打哦！
要有敌方，没有地方可以过去了。我不知道，有狙击手，兄弟拿下狙击手，打死了。啊！应该从哪里走呢？站起来吧！四盲就一定会站起来，好像吧？然后我受了伤，有点重。人家还要往下走，这不是可以先补一些子弹，我应该还够吧？你又不好啊，还在下面等待，我们下去吧。我记得下面是魔王。对啊，下面就是魔王。魔王在我这个方向哦。啊、他跑过去了。哎、欸，金金、啊、哦，我要赶快闪的。好金哥、哦！啊，我金刚打爆了！大金刚。来，大金刚！哎，我太打我哦！打不到。他好像打你。我要炸了！我要炸了！好耶！我这个小……哎，不子弹，搞事！我的王！死了！走！暴动呼吸，你们离他超近耶！在他那个背包上面有一个小盒子可以射，太可恶了！哎、欸，好像可以捡刚刚那边的装了。我们有装吗？这里还有是第二只金刚吗？没有了，没有，就这里。我们过了，现在有装备箱，其实升蛮快的。搞不好来得及哦。对啊，搞不好来得及哦。再继续冲下去，我就来不及。来不及什么呀？来不及做爱。那个包包是说。另外一个是找那个，你那个不让我拿。Keep in mind, the eye is really just an illusion of biology. The point is, we need information. I am but a conduit for the request. 我没有啊。没有啊。那我一个东西。我们就想要带支线任务的时候最顺利了，因为支线的人比较废，他们没有到很难。哎，出来就看到人。另外你是熊，必然是延迟啊，延迟啊，可能啊，今天都在延迟。我事件报告
前面还有人哦。在哪里杀人就犯贱，好狗。烧成烤鸡吧，你们。闪光连弹真好用。装备，还冲蓝装，你还冲？我不听蓝装，蓝装。这个箱子就是蓝装。哎，好像拿到了不得了的东西。这也太简单了吧！这个无人机怎么打？哇，100发的轻机枪哎，竟然在等级那么低就拿到。那轻机枪怎么打？飞机怎么打？你们跑去哪？哎，这把稳定度超差。够吗？很适合的来做那个火力压制的枪。接下来我们去这个好了。稍等一下。我觉得打完这个，我们可能就会升等。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分享出去，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